成都，想变身也是你的子弹，他想要你你也是在身上不分之一的人外人，难道哪里去了？奔放人民，奔放奔中央人民政府，今天胜利了。上下五千年真理供养，时间要打多久？我讲我们不要做决定，有雇主是有道路门，以后是有爱是好人或者卖国的将来的什么政策，由他们去决定，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，一事大道，欢迎胜利。